他深信不疑这两点的时候，他愿意把功德扔掉，然后他那个功德是在他心里的，他认为他有一些功德，他认为他发生了，做了布施了，做了一些事，他有功德，而且这点功德是他攒的，就像银行存钱一样，他好不容易攒了这些功德，现在要换他的命，啊，他就，而且告诉他说，你要是换了以后，你就会很贫穷，说明这两点是他最在意的，是一个是贫穷，一个是功德，因为他觉得成佛没有功德不行，在这世界生存没有钱不行。所以贫穷跟功德是他最在意的，所以他在境界他会出现这种刚才的知见，说我有功德换了他的命，为了救命我可以不要功德，然后我三世贫穷，好像这是受苦一样，贫穷不一定苦，知道吧？富也不一定幸福，我告诉你啊，首先不要把贫穷跟苦难结合在一起啊。你会这样认为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着相的做的话，那说明他首先他内心有一些无私的东西，这个人知道吧？他没有他在。关键时刻，因为他觉得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把那个功德给了你的时候，他真觉得丢东西了，他心里会这样，因为他着相嘛，他会真觉得，咦，好像我心里空空落落的，我功德就是给你了，然后你还不认，你还没看见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举例子啊，他会心里，因为他是用着相来做嘛，虽然用着相来做这个事情，这不是佛法的空性正见啊。但是也说明他的内心的无私的东西，这些无私的就可以升华成慈悲，知道吧？有一天啊，所以我会水洗他，但是他的知见不到位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会水洗他，嗯，也同样水洗啊，因为到关键时刻，其实你们别笑他，我们带着空性正见，经常在红尘中做，其实就这样做事的，你连心中想念你是贫穷的都不敢，因为如果你不想贫穷的话。如果你不想倒霉的话，你连这个倒霉二字都不愿意往自己身上放，你都思念，想都不敢想，你怕真的倒霉了，是吧？怕吗？恐惧，知道吧？这个是来自患得患失的恐惧啊，不是一切毕竟空吗？你想倒霉或者不倒霉，这不毕竟空吗？你想得病，或者你从来是说我要不得病，你从来没说得病吧，得病吧，坐在那儿是吧？你干嘛？是吧？你不是毕竟空吗？不是病也毕竟空吗？是吧？让全世界人都忘了我吧，让我孤独寂寞吧，让我恐惧吧，你把所有的负面说出来，你敢吗？你不想，因为你有那个相。当你说那些的时候，你就在恐惧，知道吧？你不是毕竟空吗？着相，知道吧？我们做的不比他好，知道吧？你敢舍那些东西吗？怕啥呢？那不毕竟空吗？就在空性正见上说跟没说，这不一样吗？就在空性在修吗？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说这样子乱想啊。你想你是善的或者恶的，你想你是病的或者健康的，你想你是活着的或者死亡，这种事都是想多了。停下分别妄想，有一个你才在那这么折腾，一会儿患得患失，才在那生灭，你是好的坏的，善的恶的，生的灭的。轮回的还是涅槃的，指的还是定的还是散乱的，都是有我相才会有这种事，没有我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有一个东西才在那生灭啊、乱动啊、晃动啊、求止求定啊。佛说了，这个东西是幻境，你不能依止幻境修行，你应该依止一个空性正见来修行啊。空性正见里边是没有能动的、能止的、能定的东西啊，以这个知见，然后把这个东西转了，这个东西就叫无明啊，这个东西无明破了。他就是这儿，他就回来了嘛，你就回到本明本觉里了嘛，这个就叫无明啊，六根六尘就是啊，你被根尘转嘛，说根尘如幻嘛，然后你随着你修耳根圆通什么打破六根打破局限性就圆通了嘛，圆满通达嘛，打破六根的局限性，六根合一，这不跟本明本觉合一了吗？本明本觉就在这儿，那起心动念都是佛嘛，做事都是佛嘛，佛在做嘛。因为那必须把六根六入不存在了嘛，是吧？因为你分别妄想产生个六入，是不是人力产生的？你说你轮转了，我不是说父精母血也是个幻境嘛？你是错觉嘛？没有父精，所以你转父精母血。你说我那些东西是因为父母的原因，你真的是想多了。父精母血是个幻境啊，就是我们总是在妄想，总是在。父精母血都是一个你在根本妄想上、污名上一个错觉，没有这回事啊。这到最后也在破啊，转气脉的时候，转父精母血的时候，你投胎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的父精母血，你的那个认知有一个我在中医境界里，那是个假象，中医都是个假象，你没有投过胎，一层一层把这个自我破掉，人相我相破掉，你才能回到如来的相。